梦系列的，怎么样？还有卖卡比兽，还有这个，哎，这个都超可爱的，怎么办？这是皮卡丘的拍立得，哎，还有这个是皮卡丘的钱包，跟皮卡丘的耳朵，还有晴空塔的那个吊饰，好可爱哦。这边有大耳朵，就是你看你要吊在哪里。这个是地毯，我应该会买一个这个回去。你们看，超可爱的。然后还有他的衣服，看一下正反面。还有皮卡丘的鞋子，我觉得皮卡丘的粉来这边会疯掉。你们看，皮卡丘的帽子，皮卡丘的遮阳帽，这太屌了，这个你们看到了吗？这个质感。还有这个两个皮卡丘在一起，好可爱哦。好，这边有一些这种小袋子，它价钱还可以接受。其实本来这种东西的价钱都会比较偏贵啦。这是做蛋糕的模具，也是皮卡丘的。有在做饼干的朋友记得要来买这个。觉得来到这边真的会失心疯，因为它虽然是写 Pokemon， 可是它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在卖皮卡丘，这个好精致哦！你写个果子，应该是类似饼干之类的吧。总之，你会买这个已经内容物不重要了，好不好？直接买它的壳。皮卡丘的杯子，相信一定有朋友问说，你这大概多少钱啊？这个杯子1200，差不多400块台币。我觉得真的不会算很贵啦。这种马克杯在台湾不是也要300-400？然后还有这个毛巾，这个是洗脸的那个，洗脸的那个。它这边还有一些机台。哎，还有卖内裤哎，你们男生来可以买哦。白面过来，这一只好帅，好帅，真的好帅。可是我不知道他是谁，不知道会被那个宝可梦迷打死，就不知道他是谁，哪里拍的这么帅。这个是那个皮卡丘的衣服，手机壳，这里真的应有尽有哎。拜托，一定要来逛一下。我看我的电量只能再录30秒，所以我真的要做结尾了。不好意思，这个在晴空塔4楼，如果大家很喜欢，可以自己来看看哦。对不起，不能带你们看到完全的，因为刚刚废话太多了。好啦，喜欢的影片记得按个订阅，然后把小铃铛打开哦。记得按个喜欢。那我是雨欣，下次见啦，拜拜。